美国对台军售新型 F-16B 战机时程出现延宕，美国空军表示研发过程中碰到复杂的技术问题，也通知台湾的国防部。而邱国正部长表示正在跟美方进行沟通，目前确定在115年完成交机66架次的目标依然维持不变。F-16B 战机是台湾目前空防主战力，更向美方采购新的机型，但目前交机时程出现延宕。这个飞机它机型上跟 F-16 是一样，但它里面有一些内容有很大差别。但因为有差别，所以它本身整个操控的一个软体，当然要同步来做一个调整。台湾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全新 F-16V Block 拐动战机，原本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之间可以拿到首批2架战机，却推迟到明年的7到9月。原因除了疫情影响供应链，美国军方坦言开发过程中碰上复杂的技术问题，目前台美双方正设法解决，也暂定115年交机66架次的目标维持不变。俄乌战争跟 COVID-19 啊，这几年当中发生的事情，一定会影响到某一些程度，不管军购也好，或其他商业也好，都有影响。但目前为止，一发觉有进度慢的话，马上跟这个专案小组做一个反应。对美军购时程有变，而台湾主导的前舰国造传出要赶在蔡总统卸任前让首艘原型舰下水，对此国防部否认这样的规划。我倒没有想到这个，我坦白跟各位讲啊，国军的舰军备战啊，它有一定程序的。假如为了某一样事情要好像提前，国防部不会这样做这个考量。军备重要性在于保家卫国，国防部强调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，务必做到如期如职完成交件。记者林天柱、黄伟才、杨武浩特别报道。